心子小姐，我们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吧。我不知道有多久心脏面像这样扑通扑通的跳了，只要我跟他结婚，这一切都会有完美结局。你来吧，约翰。我一直以为我不能够再爱上别人，我也想跟你好好的谈一次恋爱。你的伤痛交给我来承担吧。是你设局陷害我们康浩的吗？从头到尾都不觉得那个家伙是我的孩子。我打算现在正式的跟会长对抗。你凭什么来这里？我是来这里见尚保罗代表的，把你做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。星子小姐，未来戏剧台最佳恋人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。